老胡体力有限，罗昂三峰帮补血。这球打得强哦，界内哦，那这样子有得跑，要看看赶快处理。一垒上的跑者上到三垒是没有问题的，人家受命的是要往本垒冲，这个球做一个回传，传高了，长打出现，再带一分打点。哇，这个胡金龙又是连跑三个垒包，不知道是不是又很喘啊？好，罗昂在帮他三封啊。